我已经讲几样了，啊，你到底是要相信无？相信你家己甲我是哦，共爸共母的亲兄弟，哈？但我相信他有啥物路用啦？就算讲我哦是我家的人啦，啊有啥物好处？我甘愿哦，唔知道我家己的身世啦，啊安分守己哦来过着即卖生活。嗯，啊，你即卖嘛会使过即卖的生活，对不？啊，无人会甲你管啊。不一样，当然不一样。真相掀开了，顺心是吴家的嫡亲儿子，吴家文的亲弟弟。哎，那哪有做哥哥的吃好的、穿好的、住大房子，做弟弟的就窝在这么一个破不拉几的小疗房？顺心，我告诉你，我如果是你啊，我现在就跑去吴家大吵大闹，来！大吵大闹，那冲啥啦？讨个公道嘛！叫那个老太婆把钱财还出来。他又没有欠我啊。谁说没有？欠的可多了呢。这下好了，兄弟两个，外加一个我儿子天丁。那么，这茶园、街头店面房子、明星照相馆、吴家大宅，哎，分成三份，那我们不是一下子就占了三分之二，这会是多少人民币啊？哦，哎，阿丽今晚在说什么啊？哦，公安去搞专坡呢。顺心，这样好不好？干脆我陪你去。去？那是要去哪里？去认祖归宗。这皇帝无急，啊，所以急死太监啦！阿英哥，那你怎么样？哎，有啊有啊，安怎啊？阿英哥，我快出代志啦！阮家出代志？是出什么代志？啊，就头家嘛，甲阿东嘛，两个冤家相拍啦！两个冤家？好啥啦？咩拍阿哥？阿哥咩拍？啥地方？我头头讲啦，听我讲，你笑笑啊！好嘛。啊！咱阿哈离家出走是伊家己决定的呢，啊！你怎能跟苏有钱两个人冤相冤相啦？冤相！我若无拍电出去吼，我死嘛唔蛮客啦！恁查某囝靠出哪个会当吞论滴的？伊都袂离家出走啊！笑！笑啥物？你笑啥物？你笑啥物？哈！蔡霞姐几工是住喺恁家呢，家己的查某囝唔好我驾驶，你走来遮乱，我才想要问你呢，蔡霞人呢？我媳妇嫌我，嫌我，交给你了。好好，都莫拍，都莫拍啦吼。无钓到阿豪吼，伊是超工咧顶诶，超工变起来，互恁找无诶啦。死啦！这代志拢是你使弄来使弄去啦。即阿豪离家出走，逐个替你烦恼，你搁等咧拍哪人啊？我是代人讲，你是我诶保镖啊。哼，我已经忍你真久啊。你若要出手拍我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燕叔，我死人啦！今仔甲天公照大，搞唔好这款话，我无你来怎叫啊？做你来，我今仔咪过来哦。啊，我最少。电话我唔得啊！哎，燕叔，我死你啦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下地，你干嘛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那就忘记了。发生什么代志？家门得看，你家己看。哈，看你五个对阮彩霞敢会得过？哈，彩霞离家出走，离家出走。阿婆，怎解释？阿华刚老只有买尔，有哪好看无？有哪好看无？哎呀，你看麦。无啊，啊恁大家拢唔知。阿豪也去对哦，我找看卖。哎，阿英哥，等我，奇怪呢，暗时要判给你啊，伊暗时我家的人，爱这个外人来咧管。我你这个讲啥？阿英不是外人，伊是我家的人啊。阿东，我听你讲啥？顺天当时变作我家的人啊。这到底是安怎了？头家娘，我敢袂用知影这到底是安怎？你免知影啦，啊，甲你也无关系啊。那会甲我无关系？
家己好唔对去，是我家己伫遐有白想啊。啊，这拢无重要啦，重要的是吼，啊，即届彩霞留一张批，都讲伊要离家出走。你有察觉无？之前发生遐侪代志，伊也讲要离家出走，走几下摆都走袂成。敢讲即届真正亲像天师话所讲的，是超工未起来，啊，伫咧张，要让咱注意。你小杂货，你怎么是恁做的？阿婶，阿婶，你干嘛？是哈。雅慧，你回来了，你放学了，你。知影你妈妈走出去的代志，先生是妈妈提给我的，伊去找我，甲我讲做些做些话。你甲爸爸讲，妈妈再好好找你，还是甲你讲啥？伊讲，这下伊做最贵的汤啊，伊叫我提转来请。